喂，我下去一下，在哪里你？好嘞好嘞，你稍等一下啊，我说一下啊。哎哎，好嘞好嘞，好，马上上来。真是央地里窜老虎，意想不到啊，前头大爷还直言自个月入过万，名下还有三套房，嘴上说着相中了要请客吃饭，没想到吃饱了嘴一抹就拍屁股直接走人了啊。你辛苦，这是怎么、这个从厦门过来的啊？对，我对对对，为啥没坐飞机过来呀、啊、因为我在沈阳一个朋友，我睡到看看啊，是从沈阳转机过来的、哎、是是是，哎呀，这一路还挺辛苦的、啊、应该大哥，你是我们原来不玩史上最远的嘉宾了，最远的，对呀，特意从厦门过来的。对，这女性的哈，非常善良大方，贤惠啊，能干，还有个能说会道，能说会道。哎呀、我们东北女人这个印象这么好啊，在你心里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啊！咱节目的粉丝还真是来自五湖四海，李大爷可是不远千万里，转了两班飞机才到达现场，纵使路途遥远，也抵不住人家对咱东北女人的热爱。红娘也是直呼长见识的，看来咱大东北的女人对外的口风还真是不一般啊。我有一个不太礼貌的这个疑问。没事、没事，自管问。这个咱们这个脸上，我看刚才这个手上、这是咋？这个是这样，因为我搞建筑的啊，被太阳晒白斑。是那个白癜风吗？也算是白癜风，治不好，最近这两年才有的。我看那个这两个手都有啊，这手上身上好好的啊，身上没事儿。对啊，我治疗过，一般来说可靠性太差了。对，因为据我知道，就身边人也有过这个毛病、好像是不太容易。不正治会让顽固，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，比如我们在一会餐这样，我都肯定是要避免，经常避免出去，手一动一动的，搞得自己非常尴尬。啊，也会觉得心里头有些、很不舒服。大夫有没有说这个病会不会影响，就是人的健康寿命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关键自己心情好，想开一点，一点不影响。我讲实话，不疼不痒不传染啊，就是难看。说大家如能接受就行，不接受不勉强。咱主持人作为一名资深红娘，一见面就把大爷观察的细致入微，一下就发现了大爷的不同。小心使得万年船，毕竟万一给大妈镶了个炸药桶，那岂不是酿成大错了啊！面对红娘的质疑，大爷也是胡同里赶猪，直来直去，直言是因为四个工作原因，但也是拍着胸脯保证，绝对不传染不影响。我今年夏天嘛，在那个广东肇庆买的房存了一个收据、因为刚刚是个期房，那个房款证那个房产证没下来。这个房子是你名下的呗？是我名下的，全权的，八十多。除了这个，在贵阳还有两处。贵阳还有两处、啊？对，一个六十，一个九十。这是投资用的呀？都有个出租嘛，有一个我自己安家，我妈妈在里头住。那怎么在贵阳买房子？你在贵阳生活？是这样的，我妹妹在那边工作，我妈老了，跟着我妹妹住。我因为我妈在那，我也经常回去嘛。所以在那边买的房子。就是你特意给母亲买的啊？厦门有没有房子吧？我厦门有一套，有套在我女儿在住。有二十年了，买了二十年了。那你也在厦门，你住哪儿啊？我厦门都一起住啊。啊，你跟女儿一块生活呀？我就是在住还是一起住啊？再个，我们单位以前还有一个公租房嘛，公房，有在住房，哎，对，但没有产权的。真是泥鳅钻洞，深藏不露啊！都说饭馆保钱给够，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。咱猜怎么着？大爷名下不仅足足有三套房子，而且每月的收入加起来可有17000元，妥妥的钻石李老五啊！白纸黑字的证明可都摆着呢，还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，牢靠啊！可见人家不远万里也是信心满满啊！没发现，可傻了，没啥心眼，就没后期那女的快生了才知道。孩子了。有次出门回来，我说咱一会儿出去吃饭去吧，往我家原来有个洗浴，完我们就去吃饭去，上洗浴，那女就跟去了，明目张胆找。是，孩子肚子都挺大了，那时候他那个拿酒泼我前夫了的，就逼他离婚呗。对，那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女的吗？你对。你当时啥反应啊？我啥事儿没吱，我说咱回家吧。等我回家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女是谁呀？他就说外头有外遇了吧，这是那孩子都要生了，这是原则性事儿，不像别的事儿是吧？说原谅不了，他就说那个我让他打了，他要不打的话，生了把孩子送农村去。他不想离婚，没办法，我就必须得离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妈闪亮登场，真是厕所里扔炸弹，激起民愤啊！要说婚姻中最害怕的莫过于两件事：出轨和家暴。
前夫这一偷腥出轨，把人家肚子都给搞大了，不仅导致了大妈家庭的破裂，而且又害了另一个女人啊。原则性的问题一旦触犯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大妈也是把刀劈断，说断就断。你好，你好，认识你很高兴啊。我也是。大哥从厦门特意飞过来，相信我们原来不晚，想在我们这个一起帮助下哈，给找个伴儿。啊，谢谢啊。说太费心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能看出大哥的诚心吗？哈。是想上东北找个伴儿。我老家是这边的籍贯，最籍贯最籍贯原始是山东的。我爷爷的爷爷也闯关东嘛。我家也山东。闯关都闯过来了。大姐说她家老家也是。山东哪地方的？叶县。哟，我们真是老乡，胶东半岛。我爸，你看我老爸就在山东的。对啊，我的鲁丁呢，都是一个山东简称嘛。哦，哪块你家是？我家就也是叶县西油镇的。这么巧啊！对对，无巧不成书，缘分缘分。缘分吧，叶家现在挺富的呢。是是，老家你说根儿在一块儿了，这回。真是端午节吃粽子，皆大欢喜啊！花开花落终有时，相聚相逢本无意，咱是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，大爷不远万里上台相亲，没想到在异地还能碰到一个村的老乡啊！这阴差阳错之下，还真是上天给予的缘分呀。都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两刀，那咱们就骑驴看唱呗，走着瞧吧。不错啊，长相标致，皮肤白白嫩啊，身体也苗条，感觉很面善啊，都说有点老乡嘛，反正有点亲切感。演员还可以，他这脸这一块，你没看耳朵这一块白一块，那块啥呢？是白癜风吗？对，因为我也是见着他才看见。他那个病有没有事儿吧？都没事儿，他就跟我说了，不影响健康，不影响寿命，不痛不痒，不传染。一会儿聊聊看看，各方面对你各方面都那啥，要是特别好的人也行。爱情经不起等待，大声表白就要现在。大爷一见这大妈的面，就直呼对人家一见钟情，二见倾心，三见连户口本都准备好了。直言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，自个都毫无例外的看上了。倒是大妈那头却是有所担忧，觉得大爷的脸上白一块黑一块的。红娘见状也是连忙圆场了，就看人家打心底是否会介意了啊。你这是搬的是啥呀？白癜风，我知道，跟你说，这为什么产生的？第一，工作焦虑。啊，焦虑就得这病。再一个，还有一点那个太阳日头晒。我们是在工地上，到处走。就手有，身上没有。身上都说是露出的部分，太阳有一部分，它不明显，一点点都在这说，身上都没有。这个病是不是不传染呢？我拍着胸口跟你讲，绝不传染。啊，一是不传染，二是不影响健康，这就两点。影响健康不影响。哦，那就行。这个小王，同志哈，不介意我现在这个白斑哈，我叫说让我很感动。别的身体咋样啊？身体现在可以啊，所以说血压都140以内。抽烟喝酒吗？我不抽烟，少酒。啊，少酒。喝啤酒啊，不跳舞。啊，这个挺好。嗯，不喜欢那喝大酒的和抽大烟的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，铁头戴了高帽子，保险得很啊。看到眼前的意中人有所担忧，大爷也是拍着胸脯保证，自个这病完全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的，一不传染，二不影响身体健康。再一听说大爷这一辈子不抽烟不沾大酒，大妈对人家的好感是更上一层楼啊。哦，另一半就有什么标准呢？我看我是符合不符合？你问你，长得像你们漂亮啊，苗条啊。别的方面呢？这是外表，别的方面呢？别的方面要温柔的嘛，以柔克刚嘛，是吧？还有别的。别的经济方面都不用，经济方面啊，我退休金不高，2300。不是，我既然能够成家了，你家里生活我全部负担啊。反正家里面都是就了退休金，吃光花光，身体健康。您退休金多少钱呢？我将近7000块钱。那他退休金够用，够用。还行，精神情况挺好。我不是太计较奔钱的人，但是我特别烦男的，特别小抠的男人。大哥刚才说我一个月快7000块钱，说咱俩就吃光花光。对对对，不要存钱。这种生活理念你认不认同吗？对，应该这样，因为啥？儿女吧，人都自己都有那啥，都有钱，人家不指你。自个儿就是后半生，你现在都50-60了，你还有几个那啥？是是。生命可贵啊。对呀、像我母亲就是，哎呀，突然就得胃癌了。哎，都说那时候我妈可那啥了，就是说人就是活的啊，那没活够。要我妹妹都说，哎呀，咱妈没吃啥好的，当时都没寻思那么快，她自个不舍得吃。等我爸这时候，我们哥仨都总给他买好吃的，我爸还行。
就能吃好，就所以说得及时行乐啊。对呀、啊，真是唱戏的淌眼泪，可歌可泣啊。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，人生前半辈子，先是为儿女，再是为儿孙。年轻的时候没为自个活一次，趁着现在头发还没白完，还不趁着腿脚利索及时行乐啊。说起对以后的生活规划，大爷也是表示衣食住行全包，我负责拎包掏钱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想想都是飞机上抹胭脂，美上天了啊。来到长春认识小王小姐，我非常高兴，谢谢你对我的款待啊！啊，到东北来了，尝尝我们东北菜。哎，是，嗯，走吧，大哥，来，很好，尝尝东北口味吧。啊，走，美食美女都见了，很好。不是，大哥会说话啊，你点就行。点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嘛，我就是。对。这个是东北菜吧？小鸡炖蘑菇，对，这是东北菜吧？这怎么样一个啊？这是东北菜。啊，好，我点了，虽然你们点。我不会点菜。我不知道那啥，你们喜欢吃啥？我都喜欢，你点的我都喜欢啊！今天我要好好表现一下。今天好好表现一下。对啊、大哥不排斥做饭呢。但是我讲实话，我喜欢做，但我不喜欢收拾。哦，那我喜欢收拾。弄完以后放在我说我不喜欢收拾。听大姐说了吗？她喜欢收拾。对，做饭。这样正好互补吗？哎，遇到了对的人，真是啥啥都合拍啊！就在这时，李大哥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喂，我下去一下，在哪里你？好嘞，你稍等一下啊，我输一下啊。哎，好嘞啊，马上上来。真是冷灰里爆出热例子，意想不到啊。虽然说大爷不远万里，理应是大妈尽地主之谊，但是为了聊表心意，大爷还是直言要请客吃饭。趁着菜还没上齐的功夫，大爷更是表示自个不仅赚钱有一手，而且下厨做饭也是一点都不含糊，还真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啊。大妈一听心里也是暖洋洋的，可没想到聊着聊着，大爷就起身直接就走了啊。红娘和大妈也是手足无措，吃了一惊。送花，姓李是吧？哎，姓李，你好，李鲁林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嗯，你大哥买花了？哎，对，送给我中意的对象。谁啊？哎呀，来，小王同志，来。哎呀，不成记忆，鲜花送美人，谢。希望你笑纳高兴。谢谢啊，太感谢了。哎，太浪漫，就啥时候定的呀？啊？谢，是啥时候定的呀？你偷偷摸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。这是应该的。谢谢。姐，刚才听你打电话说，这楼下服务人他去哪儿了？咋样？姐，你看看，挺好呀，这花。挺好呀。代表那啥？代表啥呀？代表爱意。代表爱意。爱意地。挺感动的。想到没想到？没想到。啊，挺有心的。多少年前那是七八年前，我忘了多少年。过生日有次，同学再就没有，就收过一次花。挺好，谢谢。感觉好就达到目的了。感不感动？挺感动。啊，谢，小娜，哎，好嘞。来，我看看这多少朵？33朵，三生三世。三生三世。哦。那国铁大哥都没有写。哎呀。大哥浪漫，浪漫，祝福你们啊！哎，好，谢谢，啊，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！行了，好，我们往那边努力。